会从这边掉下来的吧？我从哪下来的？从哪下来的？我这里。那就开到55分哦。听听我这个哈欠声，觉得我很累啊。那还有，这里，哎呦，对喽，感觉是胡子。当时还是新手时候来过啊，哦，快到了，哦嘿，到了吧？Hello，Hello，Hello。好可怜哦！哎，来换下一个。哎，啊，围堵。哇塞！哇！哇！这是什么巫术？原来窟窿塔这么近哦！啊，然后这边是被补过的诶。哇，这个有被开过诶，这是我们的鱼骨诶。还没给我，哇，谁呀？鱼骨完不擦亮这里。真怪啦，对啊，怪物量的地方，爆掉，封印起来，开箱，哇，垃圾，开箱，垃圾。啊！不限剑齿跟骨头，其实我们骨头很多啊，剑齿也不缺了，因为都用无限弓，没关系，这边先留着。我看一下哦，这里小蛙，好的，那就这里了。好啦，走了，这边也亮了。
一个人突兀的地方，窟窿、深怪塔，拿个箭头。告示牌。哎，没了哎。啊是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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啊！枯宫、外塔，好 H 对吧？J，OK。对啊，箭矢到后面全部扔进岩浆里面了，也没有收箭矢的商人呐、啊。那、啊、这个也是很无用的，彩鳞甲的机关，嗯，爆掉。哎呦，三车马了，哇！哎呀，海绵在这儿。现在玩什么？刚盖完城市塔。然后来，要让它更有效率，就是要灯怪压制啊！这边又有一群，好啦，这些关台后再自己慢慢查，不然就叫胡子他们做事。嗯哼，盖个集中区吗？哇，效率真的啊，好难过哦。在哪里？在哪里？坐在旁边。OK，大概就这样了。就再来就是看鱼竿自己的造化喽，帮他盖的，把鱼全部打爆。对啦，鱼也会影响生存空间，可是鱼很难抑制啊。我是有办法啦，因为鱼是群居动物嘛，可以盖一个，把鱼骗到个地方，然后把它们杀掉。但是那个地方，看吓死人哦！那胡子已经不是第一次这样子的人了，
刚刚讲说要用羊毛啊，不然要怎么办？哎呦，帮他们用。偷偷作弊，你这是什么指令啊？把火把插里面，外面就铺地毯啊。万一死掉怎么办？这样啊，小僵尸就上不来了。里面插火把。其实这些村民都不用了，因为他交易已经失败了，只是没有带去杀掉而已。先离开。就是生成啊，伤叉戟，而且毙掉陈思霸了。为什么碰撞声要开着？因为我刚刚在打怪啊。刚才打怪，所以碰撞声打开。啊，外鱼嘞？为什么我的鱼又被收走了啊？是谁在箱子里面放鱼？我干嘛？哦，养猫。超凶啊！哎，好了，55分了，我铺完羊毛就。关台喽，想睡觉了。胡子现在打算钻石的东西都用换的，他懒得下去挖了。被带坏了，他被我带坏了，呵呵。好了，关台啦，感谢收看啦。这个记录档要传吗？也只是怪盖完这个而已啊。好啦，我又游不上去。好啦，喜欢我的影片，帮我点个喜欢；想继续看其他系列，帮我点个订阅。
那我们下次见啦，拜拜。大家继续看我新影片哦。对啊，你是不是拿三叉戟的？好的，谢啦，拜拜，拜喽拜喽。那时候就是算刚刚好，那个水刚好切下来是到这一面而已。可是怎么会有这样子的？没算好吗？哦，看了，好不舒服哦。来多倒一桶。好啦，拜拜喽。来啦。